现在够了吗？我给你再开灯了好吗？这个情况就是三个小时加一次，两个小时加一次。他这是野蛮的人妖。对啊。到下面你练了行。我买个人妖，我买个不要子高，也买个别的地方就到骨刺，骨烧米就讲完哦。嗯。啊哦，四月份就骨烧米来吧。哦，这样就好了吗？嗯。